头大家好，大家拢知影，今仔是咱卢星光观音门所定定安做一伙日子。咱大家拢知影，咱福音宫300几年，啊，咱离上尾拜下朝中秋日民国51年，啊，今年也将近60几年，啊，咱离3年前，啊，经过咱观音祖甲跋杯要来中秋，因为内底济济文物拢已经有咧熬啊，啊，嘛感谢咱县政府。啊，甲咱内政部，甲咱的支持，啊，咱做一摆整体的重修，啊，请到咱全国一流的看这工艺师来甲咱做整体规划，啊，甲坐坐一寡这庙内动线定规划，啊，咱嘛再次感谢咱县政府，啊，甲迄个内政部的甲咱斗相共，咱希望全国的乡亲后来西里来西里行行。啊，来阮西里来妈祖宫拜拜，来观音殿行行的，啊，来阮轮流佚佗安尼。平常啦吼，伫咱的啊叶文坚当署长的主持之下吼，不只是咱有经济吼，咱的啊文物的这个啊保存啦吼，啊，同时今仔非常重要是咱国观音佛祖殿吼，啊加啊财神殿加吼福德殿吼，整个入会安寿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嘛看到讲吼。咱啊，这个啊，福兴宫呢吼，啊，伫整个宗教文化的推展当中吼，嘛结合咱真侪人间国宝吼，都加一共诶，在工艺师啦吼，啊，不只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些文物的一个修缮吼，包括呢，我们今天要成立的观音佛祖啦吼，本身也就佛像啦吼，包括吼我们的这个啊善财莲女啦吼，甚至我们的18罗汉裙吼，通通啊经过这一次啊啊很多的这些工艺师的整修，那当中啊，我们云林县的人间国宝洪平顺还有张旭辉老师啊，针对他们本身的专业跟经验哦，都可以在福兴宫里面哦，咱的观音佛祖殿看得到哈。所以我伫遮嘛吼，第一感谢咱林文正当署长啦哈，不只是去年已经成立哈，咱西里妈祖哈太平妈的这个文物馆哈，啊，这当中的这个展览哈，啊，也这样讲啊，非常的啊有纪录性，啊嘛有这历史性啦哈，啊，所以我嘛希望哈，大家当哈啊亲临咱的文物馆啊来看，啊嘛来拜咱的观音佛祖，拜咱的妈祖哈，啊，不只是吼咱会当哈啊得到这个。平安保庇啦吼，啊嘛，予咱国家吼更加的这个啊，会当讲更加的这个平和啦吼。啊，我相信哦，啊，应该透过妈祖的这个啊庇佑啦吼，大家拢有当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来参不着咱平安民安、风调雨顺嘛，观音殿呢，经过数百年的这个历史啦吼，啊，嘛经过差不多将近3年的修缮吼，来重建，今仔来入会安坐吼，啊，咱的庙方家、咱庙方董事长、所有咱个主。邀请到咱各部门，员工是产生国际级的啦，来修缮到咱的观音殿。咱观音殿内底呢，有咱的财神殿，有咱的福德殿。相信呢，今仔日入会安坐了呢，咱的大家信众呢，会当吼，较常来拜拜的，互咱大家呢，拢会当平安顺心。啊，从今仔日的入会安坐呢，会当福报新丰。啊，我们就入会所有的长官贵宾，身体健康，太平旺，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